最后把这个苹果啊，苹果你的边缘线你要塑造一下，使它的这个背光的边缘啊相对来说重一些，然后背光的背景呢亮一些，是吧？这是它的这个特点，所以我们这块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处理，然后这个。交界线，我们可以再给它做一些。然后受光的背景呢重一些，边缘线呢可以亮一些。是吧？这样的话，这个画面的效果就很强烈了啊，很强烈了。处理，画面最后收尾阶段，大家注意，一定是要有形，要有排线啊，这两点必须要做到。好多同学画到最后就是蹭出来一个效果，那个就没有完成啊。当然说有些地方是可以允许有蹭的，比如投影，投影这块的话，它是虚一些，这是可以的啊。但整体上来讲的话，造型的这个完整性还是要这个考虑到的啊，还是要考虑到。苹果的话，它还是有好多瓣儿，是吧？所以的话，这个在它这个顶部的话，你还是可以给它画出一些小小的变化，边缘线。都可以给它画出一些小小的变化。现在就几乎处理到画面的最亮的面了啊，最后的几个面，给它再有一个硬线的这个，用一点这种笔去勾勒一下。
画棱的技巧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哈，就是挨着暗色边的棱亮，挨着亮色边的棱暗，你看这边亮，这边暗，这棱不就画出来了吗？而且棱和棱之间的话呢，你要注意，还是要是中间是白啊，空的是白，这样的话呢，它才能有这种很好的这种棱的效果，是吧？这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技巧吧。要有一个厚度。有些这种三个形转角的地方，你可以相对也出现一些重一点的轮那种转型，是吧？也都可以使它那种造型更生动一些。那么具体的小的变化呢，还是咱们同学在画的写生的过程中，还可以再多观察啊。多观察才能有这个你自己的属于你自己的收获和属于你自己的一种办法。回到画面的整的这个。效果呢，我们还可以再用这个6B 呀，包括更软一点的笔，再把这个画面的重色啊，再进行一个整合。加强一下这个画面的大的整体的效果，把交界线呢再统一统一。盯着点画面啊，就是这两个字儿不用。画面的最后，你可以用这种。相对来说，水平垂直的线，去统一一下画面的这种背景的颜色，让它的整个的画面更沉着。
把所有的这个底面的重色啊，再给它处理一下，因为这个物体和这个桌面相交界的地方，会有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色带，啊，这个也再注意一下。有了这个色带，就压住了画面了啊，压住了画面。物体的这个边缘线啊，一定不要让它感觉到是很突兀，一定要让它让线融到面里头。回到整体，我们再把这个画面的这个重色调整之后呢，这个画面的大的啊状态就已经完成了。那么，再给同学们一些提示：如果考试的过程中，无论是素描还是色彩，有这个图钉按到画面的四个角呢？我希望最后留10到15分钟，你拔掉图钉，把这个四个角的颜色填满，这样的话呢，会使你的画面更完整。由于今天这个课程时间的原因呢，我就不在这里拔掉图钉演示了。关于这个石膏几何形体调子素描的示范的部分呢，我们就讲解到这儿，总结一下今天课程的主要内容。我们讲解了什么叫三大面五调子，啊，讲解了什么叫黑白灰，啊，讲解了绘画步骤中从暗部画到亮部的这样的一个绘画步骤，讲解了刻画细节的地方要把一些转折的棱角细节我们要表现到位，啊，整个的这个最后呢。画完的这个画到最后呢，要通过这个画面的重色的统一、黑白灰的拉开，啊，细节的表达，去把这整个画面做的统一、完整、深入。讲解了画面调子素描的因素，包括了这个形的因素、色的因素，啊，包括有些这种质感的因素，以及这种画面空间的因素。那么这些因素做好了呢？就达到了我们画这个啊写生素描的最基本的要素。那么，我也希望咱们同学呢，通过一个简单的石膏几何形体的一个学习呢，这个顺利的啊迈入我们的素描的世界。这个只是我们的开始啊，这是第一步。也希望同学呢勤学苦练，通过我们。课程的讲解，通过自己刻苦的练习，学有所获。今天的课程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